你以为捏住这张隐形的牌角，真的可以让这张牌意念移动起来吗？甚至还可以把底下挡住的这只手移开，这张破烂的牌还是不会掉下去。其实背后是这样子的。哎呦我的妈！难道你又以为这个空空的箱子用手挡一下，真的会变出一罐雪碧吗？其实这就是大型魔术大变活人的原理。把一个活人拿出来，好，把它放到这个箱子里面去。箱子的背后有个机关，拉扯一下，人就消失了。只要把绳子松开，里面的咸蛋超人就会变出来。你不会真的以为这条黄色的丝巾用魔术棒点一下，它就会凭空消失了吧？其实这个魔术棒里面是空心的，藏了一根有钩子的弹簧。把钩子先拉出来，让钩子挂在这个管壁上。接下来只要让钩子挂住丝巾，再松开这个钩子，丝巾就会瞬间消失。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。